挖的挖，搬的搬，这是吉安乡的菜农们。由于收成的葱将运销到台北，担心苏花公路会不通，赶紧采收。怕路不通，怕苏花明天又不通了。啊、所以你这是销到外面了、啊？到台北的，台北果菜市场。另外，种红米的农人也利用台风前赶紧采收，担心台风来袭，作物受到损害。中午呢，就听到这个新闻报道说要台风，就是马上就赶来来这边采收，不然的话就那个。这个就会烂掉啊。今年第九号台风泥沙步步逼近，农民担心血汗种植的作物被台风肆虐，赶紧采收，希望可以降低损失。记者改造马友花莲吉安采访报道。